第27课，标题是首要之物，我要看见。这课的标题好像似曾相识的感觉。我们来回顾一下第20课和第21课的标题。一个是我决心看见，一个是我决心以不同的眼光去看事情。所以当时这第20课和21课呢，就是讲愿心。然后今天的第27课就是更加进一步，更进一步，因为他讲的是首要之物，我要看见，也就是他将会见置于你的一切渴望之上啊，就是第一段的第二句。然后呢，练习手册也很贴心，他知道啊，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愿心啊，可能挺迟疑的，也言不由衷啊，有点半真半假那个意思，没有关系，早晚的事儿。慢慢来就行了，这是第一段。然后第二段啊，课程说了，当你说首要之物我要看见的时候，可能暗暗的感到有一些不安啊，为这种义无反顾的语气感到不安，也就是说我们潜意识里啊反对的，觉得隐隐觉得恐怕要付出点代价才能行。所以基于这一点呢，他就建议啊，课程建议我们在训练首要之物我要看见这个练习的时候，在这个之前加上一句话，会见不要求任何代价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一句，会见不要求任何代价。为什么？在小我的这个世界观里头，任何的事物都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。所以这个物质世界是有钱这么一个东西的，对吧？就算有些东西白给啊，天上往下掉大馅饼，我恐怕呢还不太相信，我不知道这背后是不是还藏着什么坑啊，哪哪都不愿意相信东西可以白给的。那么在一元的这个维度啊，一元会见，会见是什么？会见就是爱的目光，就我们之前说的，甭管你二元世界怎么定罪，怎么看，怎么解读，一元的会见看出来只有呼求爱，给出爱，没了，没别的了。所以这个会见是爱的目光，是全然允许的目光，全然接纳。所以对于无条件的给予，在二元世界行不通，给出去就没了，我才不信呢，我给不了啊，小气鬼，自己存着啊，有钱存下来买房投资啊，让钱继续生钱，给出去就没了，不行，不能给啊。但是一元呢，一元对于无条件的给予也是可以无条件的接受的，仍然是全然允许的啊。这种无条件的给予不会在啊给予之前去要求任何，去索取任何。所以说会见从不要求任何代价，这么理解。另外呢，会见这个一元的会见，我们之前讲过，一元我们讲创造是怎么创造的，一体延伸啊 ，extend， 这个是真正的创造。这种创造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这种一体延伸它切都切不断。为什么这么讲？切断了就说明分裂了，分裂如果是真的，那就进二元了，啊，都脱离道了。所以说一元的这种创造一体延伸是切不断的，也就是说他这种给，他这种创造啊，一元会见当中的这个给是给不完的，也给不丢，也断不了，这样去理解。所以这个会见不要求任何代价，不产生任何代价。接下来课程还是很贴心啊，他知道我们可能隐隐的还是不答应，还是害怕失落啊，有这种忧虑。如果这种忧虑仍然挥之不去的，可以在刚才那一句会见从不要求任何代价之后再加上一句，叫做它只会带来祝福。这句话怎么理解啊？我们之前分享第26课乃至前面的
啊，讲攻击念头的那些课，对吧？我们说过，我们的自信百害不侵的，百害不侵是什么意思？百害不侵就是说，我是被保护的，我是被祝福的。所以说，在一元的境界当中，啊，一元的会见只会带来祝福。只要我们愿意去转换这种目光，从小我的这种障眼法啊，转到一元的会见，只要我们愿意去转换这种目光，我们不会失去任何，反而得到更多，我们会得到保护，得到祝福。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段，第四段呢，看上去大白话，啰啰嗦嗦的，没什么太特别啊，字字珠玑，句句有真意，特别的有意思。我们先来看前三句。真正的问题是，你会多长期的练习？你有多希望这一观念成真？只要答复了其一，就已经答复另一个问题了。这三句在说什么？我们之前分享过啊，无明当中的排斥，无明当中的抗拒，投射出去，形成了像啊，形成了我的这个体验经验，或者说课程当中的一句话啊，叫做我的这个体验啊，我的外在事件啊，外在世界啊，不过是一连串攻击念头，图像式的播放，对吧？图像式的展现了我一连串的攻击念头，对吧？再换一句话讲，这两句话近义词，近义句，我相信大家都听过的，叫做什么？叫做信念显化实相，啊，就是这句。然后关于信念显化实相这一句，大家都觉得了解得很透彻了，这个大白话没有什么啊特别要探讨的，没有什么觉得记不住或者用不出来的。好，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头脑的理解和入心的理解当中有多大的差距。我们来看一看，比如说我的练习头上八次我就错过了五次，那么就解答了我会多长记得练习，对吧？然后按照信念显化实相的原理，说明什么？我八次练习漏五次，说明我很想做吗？说明我是真心想做这个练习吗？说明我是真心的希望这一观念成真吗？不是的啊，不是的啊。我如果八次里面做了六次，做了七次，那还差不多，说明我挺想练的，真心的想练，真心的希望这一观念成真。如果我这漏掉的比做的还多，那说明啊，所谓的这个愿心，所谓的这个首要之物我要看见，所谓的我要重新认识这个世界，把慧见带入我的生活当中啊，都是头脑层面编织的。说谎言吧好像还太严重了，对吧？啊，都是头脑当中为自己编织的意象，根本就不是我的真心所想啊！我的潜意识是极其反对极其抗拒的，所以呢在练习上面我根本做不到啊，是这个东西。所以我们再来看啊，只要答复了其一，就已经答复了另一个问题了啊。我多长期的练习就说明我有多希望这一观念成真，就说明我有多想走解脱道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不起眼的头三句其实挺厉害的，它在这个点上让我们自己看到啊，潜意识里的抗拒。原来我口口声声说的我多想了解这个课程，多想实践这个课程，多想行上走通，行下落地啊，真正的断轮回，咦，至少在这个点上恐怕还是在脑子里转为多啊，这个是很犀利的，头上的这个三句
我们如实的去回答这个问题的话，啊，这个很犀利的。但是呢，至少有一点，它帮助我们看到了自己有多抗拒，帮助我们至少对自己更加诚实一些。这个呢，恐怕是真正修行的啊一个起点，一个契机。真正的起点恐怕在意识到我有多抗拒开始。然后我们继续来看第四句和第五句。你很可能会错过几次练习，也许错过相当多次，不要为此懊恼，只需从那一刻起继续你的进度。哎，这个地方他讲了不要为此懊恼，这个路子好像跟我们世间的法则也不太一样。我们世间的法则，要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好，我们就责备自己，批评自己啊，或者说这个学佛法的团队会说我要苛责自己，并且我要忏悔啊，这样子的。但他这里课程竟然说不要为此懊恼，只要在那一刻起继续进度就可以了。为什么？好，我们结合格格的练习啊，格格的练习我们昨天刚刚推出了不做任何，对吧？我们就是把这个不做任何这个练习跟着第四句和第五句结合起来看。不要为此懊恼是什么？就是我不再评判自己了，我不再做任何了，我在这个点上不再对我之前做过的啊，不管做练习做的怎么样，做的好还是不好，录了多少次，我不再评判自己了。为什么不再评判了？因为如果我再一次下评判的话，说明我又跟着小我的知见转了一圈，下了一个结论啊，跟着小我的逻辑转了一圈，下了一个结论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我在业力的这个链条上面又多增加了一节，又中了小我的圈套了，又用这种懊恼，用这种评判去滋养了小我。去多用了这个程序一次，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啊。所以把这个格格的不做任何和这第四第五句结合起来看啊，我们到此为止。不管我觉察到什么，哪怕我懊恼了，我忘记了啊，我就评判自己了，随着这个模式去起反应了，我真的懊恼了，我评判了我自己，但是在这一个环节上就此停下，不再为我的懊恼再去懊恼一次了，不再为我的评判再去评判一次了。所以不要再评判，并且不要再评判自己的评判啊，应该能明白我。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六句，他说这一天里即使有一次你感觉到了自己复诵时的诚心，我敢保证你已经为自己省下了好几年的功夫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就像我们睡觉一样的，我们睡得最沉最沉的时候，就算外面有人来叫我们，那也是很费时的，好吧？啊，就要叫醒了。你看那小孩子睡得很熟很熟的时候，睡得正香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去把他叫醒啊，拍拍他，他翻个身，啊，动动他，他大概醒了。你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他昏昏沉沉的，迷迷糊糊的，小眼睛睁不开，晕头转向的啊。然后呢，你可能看他起来了，你就跑了，结果你回来过了五分钟回来一看，这小家伙又在床上又睡着了，啊。这种人叫醒他是很困难的，因为他根本没睡醒，他不想起床，对吧？但是换一个情景，如果说他已经快醒了，基本上已经睡醒了，时间睡够了，体力恢复了，这个时候我们过去叫他，能拍拍他，动动他，逗逗他，他一会儿自己就清醒了，自己就起来了。而且起来之后，就算我没有陪在他旁边，没有看着他，我过会儿再去看他，他可能在玩，他也不会倒下去再睡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一个意思。所以这句话呢，当我们自己啊真正有这个诚心说首要之物我要看见的时候，也就只要有一次，即使只有一次，我感觉到了自己复诵时的这个诚心，这个诚心，这个愿意醒来的心一旦升起来，绝对是省下了好大的功夫啊。不是需要外面那个人怎么样推我，怎么样喊，怎么样用各种方式啊，疼的方式，痒的方式，或者怎么样极尽所能，可能我还昏昏沉沉摇摇摆摆，不会的啊。只要我愿意醒来了啊，外面稍微有一个什么机缘巧合，那立刻就清醒了，
立刻就自己醒过来了，是这么一个意思。我们经由自己的愿心为自己省下好多年的功夫。这是格格九十八课，不做任何第二天。这一天的这个练习写的是相当的精彩，而且也很通俗易懂，我就不做过多的讲解。但是呢，建议大家把这一课的练习啊，包括可能是昨天的，也是不做任何，对吧？两天的练习结合起来，跟我们刚才讲解第27课第四段第五句的内容结合起来看，结合起来运用，慢慢的参悟，慢慢的体会，慢慢的练习，那我觉得这个就非常非常好了。好，今天先分享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